的确处理的不好啊，这事情怎么可能这样处理啊？你又不是刚出道的，老白干嘛？而且吃着饭哭，吃饭哭看起来很可怜呢、欸。这是因为急着追三天吗？笑死人，浪费资源。这么多新闻是值得报，你们不报，报这个干嘛？最近不是有开导两千位，他说在休息室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那算和事佬啊。你是录你们女王大主持啊？不是，我那个叫和事佬算吗？我没有叫他一定要怎么做。你跟他说他做的不好是吧？对。那时候怎么会想找他聊？我怎么知道他干嘛会上我节目？我以为我短期之内看不到他了。哦，所以我觉得是机不可失啊。他的确处理的不好啊，这事情怎么可能这样处理啊？你又不是刚出道的，大家都认识这么久的人，怎么用这样的方式处理？我说你再怎么委屈你自己，你觉得哪个是朋友，是大哥，你打给他呀。你不爽你告诉他呀，朋友不做是你跟他的事啊，你干嘛要讨拍呢？更简单嘛，你讨拍干嘛？而且吃着饭哭，吃着饭哭看起来很可怜呢、欸。我看着就讨厌，哪有这样搞？事情就被搞得很严重，吃饭哭你们会追三天啊？那新闻，那是新闻值得追三天吗？笑死人，浪费资源。这么多新闻值得报，你们不报，报这个干嘛？薪水加什么？啊